哎呀！济南的，yes，济南八电脑，太够呛了。最高难度。最高难度玩下来。大家把开能打过，谢谢小莫。谢谢右线。准备吧，准备吧。他妈地图有点大，感觉。地图太大了，我操，这把要跪啊！狮子。地图太大了。这要发展快一点啊，对面直接出兵了都。感觉对面会直接出兵。我见时代了。见识的，黄金手推车，伐木，采石，哦，天哪！谢谢叮咚送的了荧光棒，你到什么时代了，大王？第二个时代。第二个时代。
拜占庭，你玩的是土耳其是吧？对啊。土耳其的话，等会过来打支援，打一下，支援打一波，支援打几波，说不定还有戏，不然的话，感觉会死得很惨。最高难度电脑，八电脑，游戏帝国时代，帝国时代。我这边金矿还好，石头比较少，想买一块石头。我到第三时代，等到第三时代再说。种田种的有点慢，金矿采的还可以。建工兵，地形暂居优势，地形这边还可以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但是还可以。石料可以，然后建个围墙。围墙的话，先来点空兵，石头跟不上，是的，你石头能跟上吗？能啊，这两个石头木头跟不上。石头人能跟第三时代了，你第几时代了？谢谢小贤送来的宝剑。OK， 谢谢阿亮送来的宝剑。我这边城堡围了半圈，我操！我发现我这边没有骑射，没有骑射手。城堡正在，正好，这里。骑射要练骑兵跟那个，练骑兵跟箭术吧。射手跟骑射手。我先出去围。你的市场出了吗？出了，我都开共享了。我共享还没开。帝国时代二，帝国时代二。
射手发挥。我打算全部建骑射了。那对面的兵从那边过来，我操，真想不通了，从这边过来打老大，有有有。我操，我的市场不见了，市场在哪里？地图血还共享，剑与骑射。是一道剪刀，这边木头还是太少，在哪边农民采木，有点跟不上。你的那边，你是在我右边是吧？你把下半村的这个围墙能不能围起来？你再围。下半村的围墙你围起来吧，我围上半村的围墙，你围下半村的围墙，就这样。这兵过来守一守，啊，对，是骑射兵，剑雨，多做点贸易，啊，谢谢浩，连击的对，这边上面不是很好围，贸易车太少，这边好像没有，哦，好像可以坐船。食物跟不上，木头太少，农田跟不上，阿莫索铁块，采石，采石铁块，采金，长剑一对。我操，木头实在太少了，我这边采的木头采太慢，石头倒是蛮多的，我这把石头多。木头再能快一点的话就好了，科技跟不上啊。你的贸易市场呢？贸易市场是下面有点嗨啊啊！贸易市场啊，看到了，你市场跟我的市场建的稍微再近一点就好了，有点远。它越远的话，拉的钱越多。真的稍微有点远，稍微再近一点就更好。越远的话，拿的钱越多；近的话，拿的钱少。拿的钱虽然少，但是方便一点，慢慢刷效率吧。以多咬死象，刷效率，效率起来都是一样的。爱你吗？搞错了。OK， 这个树暂时不采了。
黄金有点多，黄金能给力，人口需要搏一搏。彩金石头很缺，很缺石头。带我的邪恶队啊，帝国时代，帝国时代。彩金差不多，再搞点沙帽船。啊，物资好少。物资好鸡巴少。我第四个时代了。城门被爆的有点惨。大学，哦，好像没有建大学。我要建个大学，大学是建在这里，然后寺庙、修道院建一个。奇观，奇观的话，这把奇观好像不能赢，是吧？工程武器，工程车，AV2，AV2。重型旗，我带骑射跟工程。带骑射工程。鲁炮轻型投石车，重型投石车。骑木头太虚了，还有不够，跟不上。我下面又来一队啊，下面又来一队。我门口左边这边就有一队，城镇中心正在这里。诺曼蒂，诺曼蒂伯爵，你对了吗？黄金真的好多，这边农民需要控制一下。哎，我农民全死光了？不会吧，农民为什么死了？有点看不懂啊。我们死的有点惨，冒犯农民，常见罪。贸易车，贸易船。我他妈，我战车怎么过去了？这下神强。
我全部报齐社啊。大学修道院，弹道学、化学，信仰、圣洁、赎罪。布料太少，再补一点。大型舰队，下面能顶住吗？我跟你，我跟你快死啊！够呛。下面城堡对冲，我这边也有点吃力，战车太多。来投石机。他居然能把投石机建到我家里来，我操！这他妈是什么 bug 啊？投石机建到我家里，我有点看不懂啊。哎，一对奶吗？两对奶吗？三对奶吗？我操，怎么这么彪呢？我操！不错，我不行了，我发飙了，手推炮，火炮手，黄金不足。好一阵子，我有点顶不住的样子。被爆了一轮，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敌军会把他们的建筑建到我家里来，我很不懂啊，很看不懂啊，真的是很看不懂。太他妈凶悍了，我太他妈凶悍了。剑啊！又来投石车，冲车。伤兵，
你下面爆了吗？怎么出兵啊？火头是车，不可开交啊！我操，不可开交。我操，骑兵进家，我大头石，大头石，大头石，不爆了。不爆了，大黄！我爆了，我爆了！我们再快点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！那我想想办法。我真的爆了，我真的爆了，我加爆了，我加爆了。借星空送大军，这我家门口，我操，出征，出招！冲车攻城，见我家门口！右边他们的战船，顶不住了，我操，我顶不住了。车也爆，他们的海军也爆。这边是诺曼底公爵，这边是无畏者艾德莱、凯尔特。哇！打回去了，打回去了。你有黄金吗，大黄？他们应该这波打了，没有兵力了吧？应该没有兵力了。包围车搞一队。过来修城墙，我就不做工程武器了。我做了之后，我觉得我要跪，肯定要跪。
要跪要跪。打他工程车，我只能派一队骑兵过去送他。打他工程车。骑兵都没有，只用步兵了，我操！大黄，你海军实力怎么培养一下啊？不想拿了吧？我海军这边真的是受不了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来，你试尝。真是顶到死啊，一队步兵，两队步兵，黄豹步兵才暂时苟且，这暂时能苟且。升一下余速，投石车，这个投石车，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，他直接攻城武器建在我家门口，阴嘛，欺人太甚啊。真是欺人太甚啊。干燥。大学要跪了，我操！大学，下面一大队上来了，一大队。别吓我好不好？你自己看，黄色的。我操！你顶不住了，你破了。我在被其他打的。他上去找你的。我知道了，他上来找我的。我先打他攻城。你城墙破了吗？早就破了。你破的你，我操！你比我还惨，我操！你比我还惨。我操，你全跪啊！放战士，这边全部变城堡了。市场被打爆了，你爆了啊，市场重新做一个，爆那么快啊，我不行了，我也顶不住了。房全被打爆了，来到死了，来到死了，武器棒老铁，我来修城吧。
灭国，直接灭国。啊，六队人马。我人可都爆满了，他把我住房全打爆了，我去，你这边全灭啊，你这么惨、我也很惨。我苟且偷生，我真的是苟且偷生，我顶过了三波的兵力，然后顶过了三波兵力，我冒一次往后拉。三波的兵力，不过了之后还是得死，我还是得死。后来第四波，不错，四发投石器，诸葛鲁，苏丹清兵，跪起了，跪起了。我操，这把我真的跪了。就不要抵抗了，抵抗有什么用？还有什么用啊？一共是连续来六波兵，打掉两波，然后后面三波完全顶不住，然后拆我住房，第三波拆我住房，真尼玛！什么都被他们干掉了。这边的话。投降一个，我这边是什么都要爆，全爆，我这边全要爆，我这边要全爆，这边住房都没有建起来，三个住房，没有任何兵力能打他们，没有任何兵力。没有食物。残喘，苟延残喘。GG了。对啊，很农民都被杀光了。我爆了。GG了。我还在苟延残喘，看下面是哪一队的？我知道我跪了，一大队，一大队啊，对吧？我操！我拉回城堡的，我马车我都上了，我去，我马车都上了。起四投石，我操！暗计两绝，一颗宝，两队。这样死活打不赢的。
设施哦，我靠，真的蛮好的。哇，最高难度六电脑，好他妈难的。这个地太难走，太大了。我知道了。他没见骑兵，他们的蒙古好牛逼啊！蒙古的骑射，蒙古骑射十一点攻击力，科技又强。我操！我炸了！我操！你看到没有？人家在你门口起家，门口起家啊！那船队实在太变态了。哎妈！本来想抱成包死磕一波的，结果磕不过去。中国是诸葛鲁，中国诸葛鲁强。哎，我选的是拜占庭，拜占庭就是古罗马，一个火炮手推加。土耳其，你看看人家的兵力，看看，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你看看我们俩，你看看他们，你看看他们几个，看到没？他们不打架啊？他们打架啊？人家这兵力，看到没？看看人家海军，我操！一个专攻海军，一个专攻陆，狗屁！这他妈怎么能不输啊？怎么能不输啊？我军事分12000，军事分12000，经济分140，经济分140，技术2400，我总分15000，总分15000，他们总分都是20000以上，看到没？啊，看到没有？那他们每个人总分都比我们高，好吗？特别是这个凯克吧，太近了！我了个操你妹！21000的分，李自成，他妈李自成啊，中国的，中国总分是16000，我他妈我在这么多总分扛了好几波，好吗？扛了好几波。你没觉得打得有点惨吗？四个国联盟太难打了。四国联盟国，谢谢顺年送的10个大屏。你花了1小时14分钟才到帝王时代啊！你看看人家13分钟帝王时代，我操！13分钟帝王时代，没升帝王，我主要是我是暴兵，他在跟我抢矿，跟我抢矿，跟你抢矿。谢谢远程送的66大宝剑。嗯，2打2好打啊，一般都是2打6，一般我们都是2打6，但是我们这次是2打6，二打六，这个打六最高难度，最高难度的，所以说打不过。哎，谢谢老王。要是低难度还有的打，高难度这种东西不是低难度啊，就稍微有点高的打六个没问题。你要是1v1的话，打最高难度还是有的打，你要是2打6还是顶不住，刚才灭了好几队还是起来了。对，这得打，打不了，真打不了，太他妈猛了，我操！畜生啊，都是畜生，这个你妈，我操，这他妈怎么打，我勒个去。
匈奴最屌，中国也屌啊，中国很厉害的。这么打你没？地图编辑器，谢谢小眼镜。哎，大黄，你买战地了吗？战地 ，P 四的，你下了吗？没。谢谢慢慢来，耐心啊，送大一瓶，谢谢。骑兵不行，骑兵你扛不住，就是你扛不住后面的输出，他们炮台攻得很快的。高清重置版 ，HD 呢？高清重置版《帝国时代二》，完全扛不住他们的伤害。他们的伤害实在太高了，太难扛了，真一点都扛不住。波斯，拜占庭，唉，天哪，我操！哎，你妈真是要疯了！疯了呀，再来一把啊，难打啊。战地你叫个人吧，我们三个打定了。你叫谁啊？您是他菜啊，他好菜，他打得过，还行啊，至少是一个战力。那个你叫不是叫还有谁估计呢？打瑟薇瑟啊，那下边打瑟薇瑟好了，还不如我打个电话叫他。哎，叫估计过来打瑟薇瑟，打瑟薇瑟，瑟薇瑟，我选中国，我这把中国如果输了，我剁掉。我选中国，我要输了我剁掉，我跟你们讲。我选中国，我输了我剁掉。哎，谢谢牛牛，79网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容易容易，再来吧。战争能不能赢？再来吧，再来吧。刚才主要是就是没跟上嘛，然后很多资源没跟上，就传。我输在哪里？输在那个海军，我没发展海军，海军打过来把我家全破了，破了之后，然后后续跟不上，然后住房全破，然后下面的大黄那边也破了，大黄那边破了之后直接来六队，本来是这边两队呢，刚好两队三队刚好能顶得住，来太多了顶不住。难度是极难啊，极难，难度有最易、标准、中等跟难，跟极难，极难难度。然后地图选，大型还是巨型呢？人口是500人口。地图探索的话，全部可视或者已探索。打巨型，啊，大黄我拉你，嗯，阿美的开地图，开地图麻烦，像巨型的话，物资会比较这个找的物资会比较准一些。中国。差不多吧，这样全部可视吧。我以探索也可以，以探索吧。谢谢小提莫。
打扰你了。四V四他们俩行不行啊？估计会不会玩？谢谢熊二送的30个大宝剑。你选蒙古啊？孤独小骑士，谢谢小 S， 你们俩都蒙古啊？条顿，我有一个冲动啊，我就只报诸葛鲁，其他什么都不报，只出诸葛鲁，诸葛鲁加上，我想诸葛鲁加上重骑兵，对，诸葛鲁打加上重骑兵，这样吧。工程器我都不想上了，我操！谢谢靓仔，估计不来，估计不来吗？不来，三万五吧，睡觉，三万五，三万五，来。玛雅雪地，我操，正确找到石头，我操！黄金石头，哇！你是哪一队啊？你是红队是吧？那是你啊！法法法红色。脑瓜子疼啊，你妈，对吧？帝国时代，放空，这边可以全包，这边全包了，下面稍微封一下就可以。大黄，红色是你吗？大黄，上面跟我封一圈， 对，对，上面跟我封一圈，我在你下面，看到没？那个零碎呢？零碎是哪？那我们这。
直接把整个地图围一半吧，就在最上面。您是最上面是吧？下来吧，能下来吗？我们把整个地图围一半。要不你围城墙，我报兵力。整个地图围一半，这边确实好地方，但地形还是不错的。我在考虑建哪边，好去。建筑，何种命令？伐木要快一点，石屋要跟上。围城墙嘛，那好啊，能围吗？这一半围住。市场跟不上，对吧？估计也到不了。采木头再出来。采石采多一点，那红景有点像，对，就是古代红景。我中国升到那个顶的话，如果鲁还是蛮强的。我们这边上面不互通，就是从你那边开始围，围到我这边来，能过来吗，大王？市场出了，开地图共享。哎呦我操！木头还是跟不上，点新科技。我要爆兵呢，现在我在考虑。啊，不研究了，食物不足，种田的太少了。我现在没有炮兵啊，结果打我死了。科技跟不上，我操！太慢了。舰船，那肯定不行。这老游戏只有这个，你们有人看得懂这游戏吗？估计你们看懂很少吧。因为老游戏的话，只有稍微年纪大一点的看懂，不然的话看不懂。
哇，你的帽车商帽车真是多了，小伙。我发现你每次找我市场找得快得很，真的。真的找得很快。一眼就找到了。他一眼就找到了。所以说，我说你找我商贸车找得很准。还是要多找点石头。把我仓库来一句。我石料不是很多。现在市场给力多了，往外围不能进这个东西。什么？你下面有兵？看到了，我知道。上去了。你那边了啊，兵去你那边了。前面漏兵啊，哪边漏的兵我都不知道。下面，最下海岸边，海岸边，岸边哦，我知道了。在抄我家了。别急，别急。人在打我。我摸都跟不上。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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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。别急啊！别急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别急，别急！木头不够，什么都受不了。家没了。家没了？没了。三个就国家，三个国家的岛。不会吧？你上面漏兵了吧？你先手。这个。喂。伐木工，行。我过来支援你，等一下。正确，好好。我以为你很能扛。建筑工。没有想到你那么快。建筑工。给我点时间爆兵，顶住了吗？你不顶住了吗？说那么说啊，说那么夸张。千万别急啊！千万别急！下面城墙围一圈，你围的有点……上面不是我围的，林志围的，他漏兵了。下面我派兵手，我就不围了，让他进，给他一个口。
建筑工。我操！我材料好多，我材料好多。正确，遵命，遵命。正确，建筑工。哪边漏哪边支援吧。我现在骑兵什么东西都没有扫啊，我再攒资源，再攒资源。那我先攒一会儿。哎，上面哪边漏的兵啊？这是。资源刷得好快啊。零碎机器了，零碎机器了，哎呀我操，上面怎么来那么多，成年人的走位，我操，我过都过不去，他妈就死了。啊！好贵啊！天哪！
伙帮我住房，我都住不了宾客呢。来救你！我住房全爆了。是上面漏了是吧？零碎完全死了。主要上面我他妈始料未及啊，只能守住下面。上面把我一爆，我他妈死机了。你爆死可以吗？要贵啊。来下面还顶得住。上面这一对玛雅的这个精锐弓与手，野马直接爆了，直接死皮。我操，下面又来一对，你妈完蛋了，我抵抗都抵抗不了。你是不是自身难保，大王？啊，挺不错了啊。我也太贵了。我也要贵了。他从哪边来的我都看不懂啊。我根本打不过他。来个自爆的。但是顶得住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你要跪了吗，大王？两边受敌啊！我现在暂时，你妈暂时没有被打，暂时灭了他们一队，暂时没有被打了。我现在还好。建筑
上面被狂蹭，上面是被破城了，上面城墙破了。住了，怎么住了？我过来救你了，要不要救？我操，老子跟你拼了呀！跟他们拼了呀！往死里拼啊！顶得住吗？让我来救你吗？估计我救你你也苟延残喘，对不对？啊，搬家了，帮我这来，帮我这来吧，帮我这来吧，虽然急一点，但是帮我这来集中。这个太少，黄金跟不上了啊！搞死！要不要救啊？要不要救？先把家围着，把家围住，先别打。我围不住，我围不住。把上面那一段围住，你的你家的那一段。我上面这段没有漏，没有漏，右边漏了，没有漏，没有漏，我这边没漏，都是你们那边漏的，漏了过来的。那我过去了。我的意思就是用城墙把你家包的，就城墙把我家包着，我都不敢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没农民了，没农民了吗？没农民啊！那你做一个城市，重新做个城市。我在做，我在做。来了。这一战，我操，跟你拼了！拉屎，挡住！
我直接派队投降。哇，上面的破城，上面的破城，两队同时了。毛盾兵打着两个，后面两个，农民都过来打了。啊，反攻一波，他们没有物资，应该打得过。但还有机会，上面我不管了，我操，我实在顶不住了。他们战船也来了。瞬间破城啊。没食物了，我队伍全灭啊！哇，他这个工程师打人太鸡巴惨了。遵命，建筑工。喂，建筑工。建筑工。喂，建筑工。何种命令？建筑工。全灭。兄弟们，我感觉是二打五。啊，我感觉是二打五。现在不种田，你妈怎么出兵？哦，田被他们，感觉现在出兵也没有用。300多的兵力，我靠，瞬间灭！打那么多投石机，还是能那么多投石机。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。没有成功啊！
被打得想死啊！我操，真的被打得想死，真的，我想自杀。啊，一个顶力，一个发育，顶不住啊！我操，顶不住。对面都是一起的，主要零碎死太快了，一瞬间就灭了。我击毙了，我也击毙了，我也跪了。把我田都打了，田都要打。啊！我算是权贵啊。渔船，我把鱼都打完了，我操！我的食物特别多，但是确实没有目的。不行，我经济分是640，军事分6300，总得分9000。哦，你妹！哦，烦啊，真的烦。点了什么、啊、点了什么、啊、我能点什么、啊、哦，我都想死啊。怎么上船了呢？